如果你还不明白十号的意义，就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看完。从球王贝利开始，十号就成为足球世界中最核心的号码。被称作足球王国的巴西诞生过太多传奇的十号球员，贝利、季科、里瓦尔多、罗纳尔迪尼奥、卡卡，这些响当当的名字背后是五座世界杯冠军的荣耀。如今这件沉甸甸的球衣被赋予给了才华横溢的内马尔。14年，内马尔终于迎来了他的第一届世界杯，身穿十号的他是球队当之无愧的核心，他也以5粒进球并列射手榜第三。如果不是在与哥伦比亚的1/4决赛中受伤，内马尔也不会留遗憾。在俄罗斯世界杯，更加成熟强大的内马尔再次踏上征程，但不敌比利时也让所有巴西球迷意难平。如今已经宣布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的内马尔迎来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战，这一次他能否为十号球衣的荣誉帛再添一笔呢？